Hello， 你好，我是二米。汾酒作为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，在白酒市场占据主导地位。那汾酒的出名，然后也带领了山西众酒可以走向全国。这单啤酒送的啊，一个是河南的，叫什么黄沟玉酒，没喝过。像这些的话，我就喝过这个竹叶青，这些有听过，但是没喝过。看这个视频的你们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喝过。除了山西啤酒啊，那么这些酒到底好不好喝？咱们今天试一下。咱们先从黄沟喝吧。像这个河南的酒啊，我接触的比较少，我就，之前喝过宋康啊，不是，宋康跟杜康。像这个酒的话，我还是头一回。它上面写的是黄沟玉酒1988，香型是浓香型白酒，酒精度42度，净含量500，配料水、高粱、糯米、大米、小麦、玉米。1、2、3、4、5粮，打试一下，不是很好弄，哇、哦，有点费劲啊！哎呦，哦，差点给我干骨折了！我这一把洒出来都是金粉，好富贵啊！李富贵，以后大家叫我李富贵啊！喝个酒，整这么贵气、啊？你聊手上，金闪闪的，退下，不行我得擦一下，要不然整地上。到处都是东西，还不好清理。打开试一下，味儿不错，不能整太多。今天那个酒，1、2、3、4，这瓶子看起来哈、就好像那个帝王将侯戴了个帽子，然后穿了一个大氅啊，两边。OK， 喝酒，酒体很清透，有挂杯，有酒柱啊，闻香带儿刺鼻，然后有很清晰的。粮食香，再试一口吧。未知性浸润型酒，年纪有加，好久没说了。他说的浓香啊，但是浓而不烈，然后他这个香气很奇特的香，除了粮食香，还有一些。不知名的香，而且这种香闻得很舒服，挺好适口的，然后非常柔顺，又不是醇厚，有略微的酸感跟甜感，而且沉香很重，酒香四溢。喝酒，这酒挺好喝的，不辣口，然后甚至你能感受到，轻微的。芝麻香，好奇怪、它这个好像没有芝麻吧？对呀、没芝麻。我不是是不是我的那个怎么说那个事怎么说来着？诡异啊，也不叫诡异，叫啥啊？魔症也不会，神经也不是。反正我能稍微的能喝出微微的那种芝麻香来，很舒服。这酒多少钱？什么价？有知道的可以弹幕告诉我哈，然后接下来咱们再试一下四款劲酒哈，是三个都劲全是吧？劲全高粱白酒，中华老字号，原料水、高粱、大麦、豌豆，酒精度53度，净含量500，看一下，被咱洗一下吧。哎呦，劲酒特有的风味，酒体依然晶莹剔透，酒柱超级明显，非常刺激的酒精感，有些许的高粱味儿，但是太刺鼻了，这个53度的，再试一口吧哈。入口的辛辣感很明显，有点辣喉，香味还可以，余韵很长，有一点点的粮食味儿。粮食的香味儿不多不少，你说淡吧它也有，你说浓吧它也没那么浓，但是闻起的粮食香味是有的，而且很香。这个酒喝起来总体很醇厚、辛辣、香醇，唯一的就是入口包括入喉它不是很友好，其他的没什么毛病。这个酒什么价？大家可以弹幕告诉我哈。然后接下来试一下这个哈，劲全一号，这个有没有喝过？酒体依然很纯净哈，你看它哈，这是42度的，水、高粱、大麦、豌豆都差不多的，闻香就典型的清香型，比较淡雅。试一口啊，好顺滑，像水一样，入口非常清晰的那种粮食香，然后非常意义，到你嘴里面直接下去了，不用做任何准备。但这个酒喝起来时间不长，然后它味道比较单一一些，没有那么丰富，没什么起伏，很单一。这个相对这个来讲的话，这个比较好喝一些，但是它又没有它意淫一些。再试一下这个哈，最后一款劲全高粱白酒，荣耀回归。你看这瓶，你看这帽，
就仿佛回到了七八十年代，再加上这个字儿荣耀回归。都说咱们八零后念旧哈，我觉得这个酒就针对老大爷生产，这个酒什么价？大家可以弹幕告诉我啊。老大爷也有青春呀，是吧？而且这个酒你开完之后啊，你没有那种盖儿去塞的话，这一瓶就没了，大爷们的青春回来了。嗯，这个应该挺便宜的吧？哎呀，又高了。哎，我现在这个小房间里面酒香四溢，我估计点根烟的功夫就能点着。摄氏五度，始于1950年。你看，原料水、高粱、大麦、豌豆、麦麸啊。这个酒挂杯看到没有？酒味还是蛮明显的。嗯，很刺鼻。十五度怎么那么刺鼻啊？高粱谷物的味道，酒精的气息，再混合的花香，再带一点泥土的那种曲香味。这一口啊，入口还算柔顺吧，然后辛辣刺激感也有，酒体算是温顺的，有一丝的清凉，有清晰的高粱谷物的味道，酒精感还蛮强的。然后喝到嘴里面，在你的口腔里面，它发散的比较慢一些，落口会稍微的偏温和一些。干了，这个酒应该是性价比很高的，绝对是大饮的认证。OK， 咱们今天喝了这几款酒哈，也是河南的，然后这三款是那个劲酒。这总体喝下来哈，奇怪的，你看我平时我喝汾酒喝的比较多一些哈，今天这个酒喝下来，我更喜欢这一款，不管是从闻香啊、口感，包括喝下去的感受啊，这个要强于这三个。这三个的话比起来的话，我更喜欢这一款嘛，虽然它的适口性相对这两个比较弱一些。然后以上酒类的一个心得体会，仅代表个人观点，听与不听都行。这个酌一性咱们就先不讲啊，咱们哪天单独喝一下。OK。以上是咱们视频全内容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帮我关注、点赞、分享，咱们下期再见。